bringing my mom for eyebrows at Allure Beauty. I'm back at Allure Beauty. This is my eyebrows that is done by Joey and 这个眉毛其实已经是大概做了大概有三四个月了吧。 然后就是我做了一次，然后再回来补，所以现在是完全没有画眉毛的状态，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今天呢，我带了我的妈妈来到这边，我妈妈现在就是在和Joey做 consultation， 然后 Joey 在帮她画，Joey 在帮她设计，因为我妈妈。 就是常常要自己画眉毛，所以我就特地带她来这边，来我们来看看。所以妈妈现在设计好了之后，她就会进去 embroider 她的眉毛，所以我们期待看看待会儿的成绩。 Those of you curious what eyebrow embroidery is like, this is Joey from Allure Beauty working on my mom. Okay. 哇，真的是，他撑得到这个这么厚的眉毛哎！因为 Joey 你掺了两个颜色进去，对，哇塞，我觉得非常自然。前面是用light brown， 然后后面就用 dark brown， 因为他这边的毛发比较多，不过他前面没有什么毛发。是 Joey 他帮我做完我的眉毛，他自己很开心耶。 他是好美哦，他自己很嗨，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审美观非常有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艺术家，对，两个人眉毛都是Joey做的，谢谢Joey，谢谢，哇，开心耶，我妈妈现在不用画眉毛了，耶。